20件，中国鬼才发明的五金配件，见过3件算我输。第20名，家里有卫生间的都能用到这个大开口卫浴扳手，铝合金的，不伤漆面，各种大小螺丝都能轻松拆卸，拧下来掉个头还能拧圆管，非常好用。第19名，18名，冬天到了，雪地骑电动车经常打滑，非常危险。幸亏让我发现了这个轮胎防滑链上面倒刺的设计，能够更好的防滑，抓地力特别强。无论是雪地、沙地、泥地都可以轻松应对，安装简单，就算是女生也能轻松安装。买这一次够用好几个冬天了，趁着现在厂家直销，赶紧多囤点。第17名，现在阳台都不用晾衣架了，如今都在用这个顶天立地晾衣架挂衣服上去，邻居看不到。来客人了看着也优雅，不用的时候还可以放在卧室挂衣服，安装简单，无需打孔保护墙面，360度旋转晾一次，让衣服均匀受风，晾干更快。放在门厅，回家衣物随心放，放在阳台垂直晾晒，让衣服充分沐浴阳光。放在飘窗小小空间，也能两边衣帽间，放在卧室可以直接当作挂衣架，真的很方便。第16名，15名，不管你需不需要，家里备上两个这样的无痕双面胶贴，早晚用得到。以前的双面胶怎么扣都扣不下来，还残留痕迹，多亏了这个无痕双面胶贴，它是无痕背胶的设计，很轻松就能撕下来，而且还不留胶，家里的地垫挂画插排路由器都可以用它来固定。就这种好东西，刷到了就别错过，别等到哪天需要的时候再来找就没有了。我们是真正的源头工厂直销，不喜欢包退，速发货到您家，还在等什么，滑走就再也找不到了。第14米，厂家都坏呀，都使用这种螺丝，坏了以后让你买新的，不让你自己维修。我有这套小工具，各种异形螺丝都能拆开，也就无非哪个线头断了咱自己接上，又跟新的一样了。有这套工具，厂家的肩记得不成了。第13米，往油壶上一卡就可以加水加油。这是一款卡扣式的小漏斗，它大瓶子小瓶子都可以卡住，管子可以伸缩拉长，可以随意弯曲加用，倒水倒油，机械维修加机油加玻璃水都非趁用，遇到机械设备上的特殊位置还可以拐弯加进去，特别实用。第12米，墙上有洞地面有窟窿的朋友们一定要认真看完，这个密封胶你使用时柔韧性好，适用于各种形状大小的洞口，干透后会像水泥一样牢固，防水防虫防老鼠，不给装修留遗憾，洗脸盆下水管反臭漏水的现在也可以密封处理。第11名，这个小东西关键时刻能保命，它叫热水器隔电墙，把它安装在热水器的冷热进出水口，一旦发生漏电，通过水电阻衰减隔离法加强电阻，减小电流对人体造成的伤害，采用 PBT 材质防锈，耐高温耐高压，家里使用热水器的一定要安装一套，保护生命安全。第10名，切割机底板你需要大的还是小的？把切割机反过来就能当小锯台，以后出门再也不用拉大锯台了，调好靠山直接切就行了。木工、瓦工、水泥工都很需要用到它，我用的就是这款地板，两边带有高清刻度尺，还配有个可移动的靠山，平时在工地上用来开板材瓷砖都会很方便，再也不用拿尺子晾来晾去了。把它反过来放就是个倒装锯，它安装简单，它配有螺丝，直接拧紧就行了。第9名，看到了吗，就这样一搭就能拖住挂衣杆，有了这种不锈钢式的法兰座，墙上柜子里没地方挂衣服的，你就可以对称的装上一对，再放上杆子，就是标准的挂衣架，结实还美观。第8名，找了很久才找到这种荷叶修复板，家里的门用久了就容易坏，换个门代价又太高，用这个修复板拧紧螺丝就行，侧板也可以用，方便又牢固。第7名，这个是家家都能用到的底盒固定器，底盒螺丝坏了就可以用它修理，把它放进去用扳手拧紧就能固定，再装上面板，拧上螺丝固定好，比原来的还要结实，真的是太实用了。第6名，不锈钢式的山字形搭扣，家里的相框挂画木板搭接都可以用这种一面正山字固定，另一面反山字形固定，两片一搭接就能挂住，结实还美观。第5名，桌椅板凳松动有响声，就用这种三面固定脚码，它利用三角形稳定性的原理加厚不锈钢的材质，结实不生锈，不管是柜体组装、家具连接、橱柜、吊柜还是床腿、柜门隔板加固，用上它强度就上来了。现在太便宜，有需要的点击头像进入店铺查看。第4名，经常一个人在家，可以在门上安装这种不锈钢门锁扣，用几颗螺丝就能固定，到了晚上就可以把门从里面锁起来，外面谁也打不开，安全又实用。第3名，家里的房门、抽屉、柜门安装一个带锁，锁扣不用打孔，用螺丝固定就可以，
旋转按钮就可以锁定，这样就很安全，螺丝都是隐藏的，不用担心被敲。304不锈钢的材质，不会生锈，非常安全。第二名，用锤子一砸就可以拉铆固定，不再使用拉铆工具，非常结实。非常好用的敲击铆钉，张开以后像花棒一样，各种铁门、铝合金门窗安装门锁合页，不用工具也能装。第一名，